株洲，来过的人为之倾心，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。跨越山川湖海，我们因共同的理想而汇聚于此，试着迈出人生之路的第一步，这里就是你梦想的开端。我总是喜欢做一些不合时宜的梦，也总幻想着未来的天马行空。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是我们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期许。但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？答案其实一直都在你我心中。迎着九月的朝阳，踏入着青春的殿堂，自此，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起点。厚德博学，和而不同。只有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才会看清自己最真实的需求。穿过树荫的清风，目之所及，这里的每一处风景，每一座建筑，都在抵御深厚的人文衬托下熠熠发光，促使我迫不及待地寻往下一个角落。明德，经验，求实，创新，这是我在这里学到的第一课。这里有良师益友的口传心授，也有向心而思的谆谆轻语。你可以徜徉于信息海洋，求索未知，追随师者方向，仰望艺术带来的诗与远方，触摸现代机械的精细之微，在多学科的相互碰撞中，绘制美好人生蓝图。每一个埋头深思的身影下，都在细心守护着曾经与梦想的约定。作为全省唯一以工业命名的大学，湖南工业大学以智书写时代新篇，依托学科创新优势，与国际接轨，与世界交融。这是湖南工大六十余年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，亦是六十余年峥嵘岁月的厚积薄发。起点弥足珍贵，一个高度成就另一个高度。尝试，果敢，独立，摆脱懵懂与羞怯，努力汲取知识养分。在这里学到不同的知识，找到不同的方向。新时代的湖南工大正在包容每一个独到的见解，每一个独特的学科，每一个独立的生命。用设计筑梦大地，用科技打造名城，用镜头记录世界，用音符演奏青春。你的每一种选择都是自我突破的机遇，是充满可能的未来。时间之河川流不息，复兴路上风华正茂。进入湖南工大是我的骄傲，同样我要让湖南工大因我而自豪。从这里出发，点燃心中的热爱，我期待能够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且美好的故事，给人生多一次包装的机会。树立远大理想，担当时代责任，去奔赴，去挑战，去超越，去尽情闪耀，让未来可期，让未来可见。湘江之畔，炎帝故里，湖南工业大学，期待与你相遇。